粉岭皇后山一个回收场今晨发生火警，皇后山附近成个天空都被浓烟消防已经派出多队烟雾队救援。到放射物质，息一三七。五百几毫气，死人噶。香港会变成第二个哥华利亚。疏散啦，暂时无需疏散。政府做嘢唔可以随便乱估。我唔系估噶，几百万条人命，又点解净系揾到一种嘅咧？点解？我哋咪等紧你解释啦。辐射，你真系绝到连逃生嘅机会都唔俾佢哋。接多人，封锁辐射消息。你哋坐喺冷气房，究竟知唔知道下低几危险啊？佢哋困喺入边唔等得啊！器官衰竭甚至死亡。你哋唔好乱嚟啊！你孭得起咩？